将床前你。经纪人就告诉我说啊，梁凡老师刚刚到厕所去嚎啕大哭。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他听到我唱触动到他了，他又不好意思在现场影响到我。听完他的演唱会之后深受感动，如果他能够帮我写一首歌多么好啊，这样子。于是呢我就跑到后台去找他。好，他一口答应，一口答应。